不是每个女生活出来都是 Barbie， 但不少女生买起来啊，无与伦比。刷卡力道惊人，根据调查，顶端信用卡消费族群女性呢占比超过一半，平均单笔金额来到6487元，还比男性高出将近800元。不想恋爱脑，因为爱自己最没烦恼。饭店业者也抓准了女人的心。Make it pink。对，只要你穿着粉色服饰或是配件来享用平日午餐 buffet 拍照打卡，从3月8号开始吃到31号啊，都可以参加抽奖，手气大好的第二人38元，或是38折，或是对半打5折，通通都有奖。主要是现在刚好推出草莓季，那也是女生最受欢迎的菜色，然后我们就搭正这个妇女节的议题，所以推出这个粉红色以及这个3月份的活动。甜点都有草莓入菜，像是粉红马卡龙、鲜梅水果塔等等。广式料理餐厅也端出了拌入莓果酱的缤纷虾球，还有很台的火锅。希望女生善待自己，多多抬爱。3月1号起到3月底，两人以上开锅，同行的呢只要一位是女性，整单都打88折。还有串烧餐厅推出了抗老补血海陆套餐，希望让女生们长得漂亮，活得漂亮。3月13号前原价430，现在优惠价380，包括猪五花包番茄、天使红虾和生蚝。许多餐厅和饭店优惠啊，不止38妇女节，一路跨过314白色情人节到月底。希望宠爱女王不止2-3天，你最爱自己就没有情敌。